那这边的话，出生在瑟瑟姬，然后直接往中场方向走。就这个刷点的话，求生者的距离还都是离得比较远的，相对对，来说。唯一离得近一些些的是冒险家的叶子，但是离他的位置是在他的右侧。冒险家这个角色啊，只要不是特别的撞脸点，基本上都是很难找到的。那可以看到也是提前打好了一个辅哎，助洞。对，辅助洞打好了，然后也是一个板弹直接走了。天赋上选择带了风窗的一个散点。八卦阵的一个天赋。哎，是的，这边想反绕一下。哎，带了个狙击狂对，手这影，边想去逼迫一下佣兵的护腕，佣兵也是交不敢了。省这个护腕。对，你只要逼迫这个护腕，哎，佣兵的如果这样牵制的话，是一个单弹射的佣兵吗？有可能去利用一个板弹。前期选择追佣兵的话，等于像是废掉了他的搏命，但是肯定不会深追，因为只想逼逼道具，对，带了一个传传送送。好了，然后看看，马吉。哎，看，哎，还是要回来去追这个祭司。那祭司在独栋其实还是比较好牵制的。而且祭司手里还有一个洞，是的。我再牵制，哎，拉扯一回。下来要交洞他吗？旁边是地下室，他不能往这个方向走对，呀，他还得带。下来交洞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翻窗出去可能会更好。这边困兽起了，翻窗机会都没有了，还要下去。先吃一刀。对，那这样吃一刀再翻窗。翻窗出去的话，只能转点了，不能再在独栋绕了。可以看到地下室就在那边了吗？还是要拉开距对，离？确实。看这个思路的话，就是他们的求生者还是打算来救这个人的。对，但是他不能往右边，直接在，不能再往墓地走了。墓地有两台灭马机在那个位置，是的，他就很尴尬。看看这只鸟是给到这个牵制的祭司，还是给到救人位？给到哎，可以，这牵边一制个位，三连，但是没有连到。哎，不过炸到了一对，下，最还后还是炸到了。炸到一下之余，他手哇，上没现有在这个位置躲不了炸弹，对，躲直不接带了走呀，了。太狭窄了这个位置。那这个鸟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。对。那直接挂到这边，佣兵要过来卡着救，只有两个护腕的佣兵还被通缉了。我的天，这个通缉！神仙通缉，是啊。欧皇通缉。这边先摆一个经典的扇形阵啊，摆两个，然后可以看到佣兵的一个位置。佣兵一会儿，你看，如果你敢下来，我这个遥控雷就等着你。佣兵这边应该是想卡满救了。这个节奏还是有一点点劣的，冒险是家的。手里面有50的输液，他可以选择去补队友的灭马现器。在的话，场上还差，除了这在修的嘛，还差一整台嘛。对。这样的话，看佣兵这波博弈了，他一定要去卡满救一波。这边过来了吗？道理。哇，现在。卡的非常的死，哎，直接掏直接下上来了。膛，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祭司这个洞没有用出来啊。对，其实佣兵的当然救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理想状态还是要帮助祭司给到一个擦刀的机会才会更好一点。那这样的话，祭司就倒一个离你最远的地方就好了。这局的话，求生者要想想保平争胜，还有争胜的机会，毕竟是邦邦，而且没有挽留嘛。这边看看挂到哪，他那个遥控雷也就，刚刚也自己炸掉了。对，冒险家现在手里50输液还没有用，最后一刻通缉到了先知。还算不错，而且先知交掉鸟了，还是比较好追的。哎，是的，传送现在也好了，现在先稍微逼迫一下求生者的一个道具，又看到了佣兵，这护腕，哎呀，这个雷没有连上。可惜佣兵这个。手里还有两个护臂，可以再拉开身位，不被炸到。对，不过佣兵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省一省。还是他没省。他不想给到这个机会。对，因为可能也是担心嘛，最后一如果个自不己能倒地的交了。话，队友很难救。哎，这边所有护臂都交完了，他交的手话，里他传送传还送炮。在。这里还压了一台。对，现在独栋还有一台。冒险家的话，现在。输液也是压好了，变成直接挖出100，来又了，亮了，直接亮了。那这边的话，冒险家也是只有挖到100%输液的时候才敢去露面。对，直接是直接一刀，爆了之后修开了一台。是，现在冒险家的话肯定是要被击倒的，就看看在这个过程中被遥控雷密带码走机了。进度能不能，哎呦，好快的速度。而且他还可以继续再次对，干扰旁边佣兵这这台一台。密码机是修不开的呀，那他现在佣兵没有位移的道具了，先知也肯定不会过来救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人想抢点吗？他不敢抢点，他不敢。一个炸再加一刀，他带走了。对，现在可能要等待先知了，去压满救冒险家，等先知修完了之后，一个人来给救人压力，另一个人去给修机压力。
先知一定要凶完那台佣兵，现在一定不能贸然上来救。对，因为佣兵的话位移道具是没有的嘛。对于皮皮来说还是、他还想偷开这台。对皮线来说千万不能让这台被偷开，大到一下。对，哎呦，翻过去一个遥控雷，那这样的话佣兵没有救人的机会了，而且他还不能去补密码机，不能去帮忙压机，现在只有个先知。是的，就是要救人，他手里肯定是没有搏命的。对，不好救，没有搏命先一回事，这个人能不能救来一下。哎呀，他还有手里没有雷了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四抓了呀，恭喜皮皮线在这一局也是拿到了一个四抓，最后一波手乙和手密码机至关重要。没错，其实我觉得冒险家的牵制思路啊也是挺难的。他刚刚在路边摊那个位置啊，往左走是佣兵，往右走是牵制，对，很尴尬，很尴尬。其实他还不如，甚至还真就不如咱不去板区了，往空地倒啊，就让你挂不到遗产，其实没准还有机会。其实祭司刚刚的牵制也很尴尬，你想他旁边是地下室，前面是两个队友。对，而且他我觉得刚刚祭司的独洞第一波应该去选择翻窗，他选择跳洞的话就逼迫自己先把那个洞给交了，他那个洞拉不开身位，他就只能在独洞这里拉一个洞去说继续上二楼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他翻窗出去一个板一个窗台的话，他能够到另外一个洞楼然后再打个洞到